这边是一个批发市场啊。尽管这段时间这个广州有疫情啊，我觉得好像，也不是影响不大吧。因为这边应该是没有太多的影响，所以还在正常的营业啊。虽然早晨8点多钟啊，但是，好多这个商户啊都已经开始备货了啊，什么了这些。所以还是那句话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是吧？这个生活还是要继续嘛。因为广州有这边啊，有好多的这种批发市场，各种各样的批发市场，所以这个每天从早到晚，你就会看到非常的忙碌啊。当然，这个服装批发市场一般到下午就结束了，像那个汽配啦什么，他们可能要忙到比较晚的时间啊，这个也是有一些区别的。这两天正好是这个广州的雨季，所以雨不大，但是总是这么不停的下，估计得持续这个半个多月吧。我看天气预报要持续半个多月。这两天天气还是比较冷啊。下雨，就弄一些防汛的东西。